谁让我爱你。到了，就这儿。阿姨，那个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紧张什么呀？又不是让你们明天马上就结婚。我以前呢就一直想着让小周来拍套照片，现在他不是有了女朋友了吗？这不是正好吗？你好。你好，这都是本季最新款的婚纱和礼服啊。不用看了，每套都试一下。来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别磨蹭了，快点啊，我在这儿等你们。搭了，简直是天造地设，天生一对儿。哎呀，这背景真不错。哎，摄影师，哎，你给他们多拍几张，拍得好看一点。好嘞，妈。啊，我还有事儿。我都盼了这么多年，差一点就能看到儿子的婚纱照片了。就这么小小的一点愿望，你都不能满足我吗？我真有事。哎呦！阿姨，您没事吧？心口疼。哎呀，阿姨，我拍。啊，摄影师，来给他们多拍几张，一定要拍好看，抓紧抓紧啊！来，二位，看这里啊。哎，好，来这面多偏一偏。好，来看这儿，看着新郎啊，新娘看着新郎。好，好，保持保持保持。好，下一个。总让我有哭有笑，好，哎，这个不错。心醉在你，谁让我爱你，谁让我遇见了最好的你。我当把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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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心底开花，要回答回答回答。我们学校就在前面两站地。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我不愿意。那你自己走路回家吧。就你这样还求婚，活该一辈子单身。我就没见过这种人，一见面把你鄙视成渣渣，转头就跟你求婚。我不答应，连顺路载我一程都不行。你以后还是别跟他来往了，这人总感觉怪怪的。他不是怪，他就是个奇葩。